呢度好棘咯，好难啊！等先，诶，再嚟过啊，行错。因为我有骨癌啦，之前活动能力咧系好有限嘅啫。等我谂下先。死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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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 Calista 林子圈，我是一个残疾羽毛球运动员，在2018年亚运会拿了女子单打铜牌，但我已经是一个唱作歌手了。我会弹吉他，跟着我会有一个 mini concert。 我没有弹过吉他，我很开心今次这个挑战，因为我自己真的很想学吉他。我想是 可能是一间咖啡啦，跟着可能有个小小的台啦，有啲波波灯啦，女仔都系中意嗰啲。首歌系我同吉他老师一起作嘅。Hello， 我系 Calista。Hello， 我系 Wendy。Hello， 下一次系哒哒哒哒哒哒落去，系或者开一个新嘅押韵都得嘅。可以试下。try 啊。Try 啊 ，Sky 啊，或者Hi， 我唔知啊，我唔识啊。填词有难度啊，又要押韵啦，又要有嗰个意思喺度啦，但系几好玩嘅。喂，第一次 ，Hello， 练成点啊？有信心嘅。等先，等先，揿唔到个 A， 再嚟过，唔知揿紧咩？有信心嘅，弹错，等我谂下先。我弹落发现系难好多嘅，真系好难啊！我睇人哋弹吉他，可能个吉他嗰个柄会伸出啲咁样，伸出啲摆呢度，但系我系咁样摆唔到，我一定要挨埋嚟，因为我有骨癌啦，之前咁我就切咗我自己条骨。換了一條金屬棍落去我的左手啦，咁所以我的活動能力咧係好有限嘅啫。咁拍手掌呢啲咧，我都要靠另一隻手嚟做輔助先至拍的。咁所以你見我平時打波咧，我條 bell 咁樣綁住喺條腰嗰度。我有好多運動我都玩唔到啦，譬如打籃球要兩隻手拍波，我玩唔到啦。甚至乎有陣時著衫咧都未必著到，隻手都伸唔到去後面。因为这个病令到我人生多了很多 no， 很多事都要再去重新想一下我得不得，做不做到呢。有时都会想，难道我真的要放弃？好似臨打波之前咁。期待啦，已經唱錯咗。死啦！死啊！死啊！死啊！死！好驚啊！好緊張啊！依家，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坐喺度，所以我依個心開始噗噗噗。但我覺得你一定得嘅，同埋錯咗少少係唔緊要嘅。Yeah！OK。迷失的主角，沉淀后定必绽放。迷雾里闪亮。今次嘅歌词咧，系想表达我哋人生咧会遇到好多嘅挫折啦、迷失、被 say no 嘅时候啦，但系我哋仍然都要保持住一个乐观嘅心态。有一天我唱。I'm spending my reins I'm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I know I can fight As long as I will try
until I touch the sky. Will you join the ride? 但我同時我亦都感恩我自己有呢啲嘅經歷嘅，即係我叫做攬過嗰個鬼門關。好似上天俾多一次機會你去做，咁所以所有嘢都會做到盡力咯。多謝你哋今日過嚟睇我唱歌啦，咁我係 Calista 林子軒。相信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人支持你，雖然患病會影響我哋嘅決定同埋選擇啦，但係換個方式一樣可以做到最好嘅。其實在我追夢的路上一直都有很多人支持啦，在健康保障方面也都有 Essa 安盛的支持。很多人因為過去的病歷而遭到懷疑和拒絕，有時做完一大輪身體檢查之後一定要加錢，要不就拒絕承保，心情真的很氣餒。但其實他們一路走來絕對是值得一個機會，就好像我今天參與這個挑戰。Essa 安盛的全新性滿外癌疾保障可以幫大家將保障化 No 為 Yes， 就算是慢性病患者、癌症康復者、三高人士、一型及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獲得保障，不用驗身，不用交報告的，努力在各方面做好準備，機會一來自然掌握得到。